来，这上。我不知道。哎，来，带人带过来，咖啡包了啊。来，这什么？新兴分局前金所巡逻警组于1月27日22时巡经前金区自立二路路段时，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右前大灯故障未亮，便拦停示意靠边停车。经上前关心了解时，竟在该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与凯他命毒品，旋即将驾驶王男依法逮捕送办，令副驾驶罗男带返所采验，依规定侦处。经了解，前进所巡逻员警对驾驶王男盘查过程中，发现王男神色紧张，并表示自己没有驾照，担心被开罚。但眼尖员警见驾驶座上方摆放一只牛皮纸袋，经检视纸袋内物品为毒品咖啡包，王男自知难逃法网，坦承为自己所有。警方后续于车内发现其他违禁物品，共计查获毒品咖啡包61包及凯他命7包。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当场将王男逮捕移送侦办，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。新兴分局强调，对于维护治安的决心不会松懈。毒品不仅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，更可能引发相关社会治安问题。本分局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力道，以打击犯罪行为，防治不法事件发生。